心中爱情的样子，言语冷淡毫不掩饰，遗忘了一切的该誓言，我不敢再固执。It's a Monday kind of feeling on a...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飘飘。然后呢，今天伙伴祥俊，然后还有大白。今天我们来吃的这家店叫做桐花，是一间精致涮涮锅，算是中高价位的。今天大白要请客。好，然后呢，这家店呢，听说也是那种网美店，就是装潢走装潢漂亮路线的。我们就来吃一下，好不好？这种网美火锅店到底有没有厉害？请一下。好，这个装潢是漂亮的。还蛮漂亮的。你看一下镜头，喜欢帅一个人，帅一个的人。黑客，黑客。好，然后我坐下来，我先分享一下。其实因为我之前有吃过橘色，我觉得那个桌子的感觉跟橘色真的一模一样，那就是一模一样。价位呢？价位跟橘色？价位的话，我还没有认真看，我看一下。价位比橘色再便宜一点。然后他说他最后好像也可以煮稀饭。对，最后也是会有稀饭。橘色有稀饭的。橘色有稀饭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要点什么，然后顺便拍菜单，这样。我要一个雪花牛，然后你是要黑毛猪吗？对，然后黑毛猪的，他们这边是有一个前菜的部分，前菜我要干贝寿司。对，干贝寿司。你要什么？那是一点不一样的。好，副餐我想要白饭。我也乌龙面。好，然后呢，总而言之就是他们有一些前菜的部分，有很多东西可以选。那饮料需要吗？菜想要是山药细面，然后我的是松露干贝寿司，来吃一口。干贝很甜，干贝很甜，但是没有什么松露味。可是我觉得整体很好吃，饭是醋饭，山药细面，我是很爱山药的。它没有山药味啊，而且我讨厌吃那种黏黏的。哦。山药细面，然后煎鱼酱，好吃。我喜欢吃山药，我觉得很过瘾。你居然不吃，太可惜了吧？它没有山药感啊！我觉得那种山药是那种迷你的山药。对，我也要吃一口。我超爱吃山药，像我们烤肉一定要烤山药的，必备。来吃一下青菜了，完全没有味道的青菜，它的汤底应该是很清的那种。这好像不是我 prefer 的那种类型。那这种其实就是类似橘色了。对，就是像橘色的那种，搭配一下它的酱料。我觉得它的酱还不错。对，然后不会很咸，味道也不会太重。拿来沾东西的话，就是调味作用而已。这个乌龙面是一来就是好的，对不对？就是热的，我以为它会给我。我以为是对乌龙面要自己就近一点。所以这是处理好的。果然高级的火锅店就是不一样。需要拍特写吗？大家乌龙面有什么好拍的？没吃过乌龙面是不是？来，这个吃一口，烫这碗好烫，我没办法拿那么久。芝麻是芝麻酱，芝麻酱，芝麻酱油，很适合沾肉的芝麻酱。还不错哎。我只能说它的味道很清淡，跟我原本想要吃的那个火锅味道不太一样。因为我刚原本要去。上官里面吃一大堆肉，把自己撑死，然后沾一大堆沙茶酱，就是比较重口味的酱。现在突然来吃到那么清淡，我有点不习惯。那我觉得我们下次可以再去吃上官，因为我们上次去吃上官体验很棒。就点下去啊，他不在对面，都来了。好，可以，但我恐怕只能陪吃了。好，那么我们已经开始在吃一些火锅内的东西了，没有火锅料，因为。它就是应该也是就是像什么橘色蛋马加那种路线是一模一样。Healthy 啊 ，you know？
就是健康 health， 它就是走纯食材的路线。那你们看看它的蘸酱，就是好不好？完全没有沙茶感那种，吃起来就是清清甜甜的酱油。其他的酱讲真的蛮香的，其实我觉得它酱不知道是什么果醋，果醋的感觉，果醋吗？感觉啦。但是比起那个，我更想要拿一堆沙拉酱裹在我的高丽菜里面吃下去。我是不是一个粗人啊？就是我们这种就是好伺候，有的人吃那种东西受不了，会冒痘痘啊，晚上会睡不着。我们不会，我们就是哦，有什么就吃什么咯。因为它没有火锅料嘛，所以它里面就是只有蔬菜，然后跟非常大量的香菇、菇类的东西来做替代，这样像这种就很多各种不同品种的菇全部都有这样。然后如果这些东西直接吃呢，基本上是没有味道的，因为它就是汤底几乎是没有咸度，所以它就是要靠这些蔬果去让它汤底变得香一点这样。但是各位不用替我担心，因为对面有一家正观火锅，我等一下会去里面拿一袋沙拉酱来沾。我也不知道这种东西为什么会这么红，这么橘色，真的很就是这种健康养生类型的，偶尔吃是觉得还 OK 啦。啊，对，看一下这什么猪肉是不是？来看一下涮完的，哎呀掉下去，涮完的猪肉来，漂亮，哎、欸，这蛮大块的。嗯，猪肉蛮好吃的，猪肉好吃是不是？好，我也来吃一个猪肉，因为我上次在上观吃到的。一比一猪更是让我赞不绝口。哎，猪肉其实不错，还不错啊。来，啊，这是我们的葱酱牛，葱牛蛮大一片的啦。它其实是这样子，刚夹我嘴巴里那一片是一片。这个葱酱牛吃起来有一点点微微的像跟牛小排之类的，但没有牛小排那么肥的感觉，肉质感觉还蛮不错。那么我继续吃下去，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应该也不会了，因为我们已经吃完了蔬菜肉，结束。哦，我们剩下甜点跟那个稀饭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那么算到现在呢，其实汤的味道也已经成型了。哎、欸，你要不要形容一下你刚刚喝到汤的感觉？哦，汤味道还不错哦。是怎么样？就是它的汤，讲真的，没有你想象中那么无聊。真的吗？就大概是你交女友前的状态，你交女友后变得很无聊。我非常发你的那个状态。对。牛肉我真的觉得不错哎。我刚又吃了两三片牛肉，我觉得真的蛮赞，然后搭配他给的那个清清甜甜的酱，我觉得这一餐让我的健康指数上升了5%。可是我们现在正在规划，等一下芦洲有一家很厉害的炸鸡店，我们要去吃。然后再下降10%。我们一边在吃这个的同时，就是一边哦肉还不错吃，但我们同时在说，吃完这个锅，我们等一下再去吃炸鸡，太没有那一种健康的感觉。对，今天可是 Friday night， 我们应该是说我们只是体验健康餐，而不是我们要讲求健康。我不需要健康啊，我们的肾跟肝早就坏了。肾在那个 iPhone 11发表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卖掉去买了。对。然后肝是在我决定开始剪影片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就已经爆掉了。然后心是在之前就是认识一个女生以后，被人家践踏掉了。他需要老虎砸伤吗？我觉得他汤超好喝的。比想象中的好喝很多。那汤就是最主要就是很多的蔬果，然后菇类下去弄，然后它本身它应该还有一个味道，就是我说不上来，它会让我感觉很像在喝低筋精那类的东西。你吃过鸡窝吗？鸡窝是什么？安和路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是不是要带我们去吃一下？可以啊。是 on you 还是 on me？ on you 啊， you pay， I with you。下次再说吧。推成这个样子，大白这个人很少称赞跟夸奖，他是比较吝啬的人。他不擅长就是赞美别人。我们在讲的同时，大白女朋友在旁边点头舞蹈算。好，总之呢，这个汤我觉得喝到现在反而很满意耶。我上次在吃的时候，另外一间知名店家的时候，就觉得，哇，这个汤是很小啊。我现在吃稀饭煮的过程有稍微拍一下，但是基本上就跟我所看到的所有的稀饭的煮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。好，但是它有金箔。好，金箔稀饭，你敢嘴？你有吃过金箔稀饭吗？金箔我不太确定，但应该是第一次啊。金箔稀饭，
的。你吃稀饭你觉得感觉怎么样？其实我讲真的，这不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稀饭。金国稀饭你敢嘴？不过它可能是最奢华的，对，它可能是最贵的。因为这种店应该就是会有海鲜，比如说他讲一开始什么波士顿什么蓝钻石龙虾，所以你煮完之后，你的汤会有鸡味，有海鲜味。那它浓缩起来变粥的话，应该会很鲜，有一个居点啊。好，也就是说，如果说点了一只螃蟹丢进去的话，这个汤头就有一个螃蟹的居的螃味，对螃味，它再加上我不会点鸡肉，绝对不会点，所以不会有居味。稀饭呢，目前的感觉就是还 OK， 偏无聊，因为我们没有点海鲜，所以这不怪它。好，无聊的人就只能吃一些无聊的稀饭，毕竟你现在很无聊。你看做这么无聊的动作，你不要啦！给大家看看你怎么跟妹子聊天的。拜托不要。来，吃甜点。我靠，超杏仁，但它里面那个豆腐很好吃，它有点像奶冻的感觉。但一开始会被杏仁味吓到，不过越吃越好吃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准备出去做一个总结，这个样。来，今天吃了4488，4488，1144，1144啊。对。然后今天的东家呢是大白，但是我还是有拿钱出来，我还是丢给大白1000块，减低他的压力。没事、结果他也还是没请到我。因为其实今天我们约出来吃饭是，上次我请他们吃烧烤，然后大白今天要请我们吃火锅，结果不知道来了一间这么贵的店。我们原本是要去吃别家的，他们原本要去吃别家。好，哎、这家店你觉得吃起来感觉怎么样？除了柜台的那一位，食物的话，我觉得对面那一家可能会比较符合我的口味。其实我的感觉它就是完全仿橘色了。哎，菜单的价钱稍微便宜一个几百块吧。比橘色便宜吗？比橘色便宜，我记得橘色好像。像我们今天点的东西，一个人的话大概是1500。好，比较起来，它就是一个平价一点点的橘色，但也不是真的很便宜啊。我也不再多说什么了，因为我对这个东西不了解，我也才不过吃了3-4间这样的东西。但是我要讲，我觉得它的肉的部分肉量，我今天这样点，我感觉比橘色多，所以它算是比橘色便宜，然后肉量又再比橘色多一点。所以给大家一个参考啊，但是有一个好处啊，就是今天这一餐吃完，我并不会有那种油腻感、负担感。我觉得这是真的。吃完大鸡会有，但我截至目前为止，我吃得很饱，但我不会觉得那个气血的部分。周周，哎对，好，那么今天的今天就到这边，我们要去吃大鸡了。谢谢大家，杨俊、大白、小安，没有路径，没有路径，拜拜。